家好，我是秋萍，我今年是以一等成绩毕业于 UE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专业。刚从中国过来的时候，这边会有语言老师跟专业课老师教的 Foundation， 然后他们很友好很热情，你可以上课随便问他们什么问题，他们会很乐意的解答你的问题。对新生的一些建议就是上课多问多回答，与老师多交流。对 UEA 来说的话，经典的就是兔子跟那个金字塔，我觉得金字塔的设施还是可以的，然后如果跟小伙伴一起住那个宿舍的话是很方便的。像 Norwich 的话，那就是非常 chips， 算是一种经典。因为我是一等成绩毕业的嘛，所以可以在 UEA 继续读 Master。新生如果是考到一等成绩的话，还享受50%的学费减免。如果是二一成绩的话，会有10%的学费减免，来UEA吧。